精算闪击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二班千二米的短途赛香怡局杯准备。哦，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啲嘅马都好多隻啊，中间位置黄衫嘅洛满加咧就放咗出嚟啦，响出边咧仲有大风暴啦，最出系精算闪击啊，咁跟住第四位啦，内栏位置剑段浪，第五位大白肥良嗰只咧，外边咧一片光明啦，红帽内栏，咁仲有呢只精益求精开始攞咗出去，内栏加有喜事浅蓝衫嘅，出边紫色眼罩走咗三搭啊，嗰只咧就系首度回来啦，尾二红心倾包咗落尾，上海大师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洛满加就放头嘅，跟住第二位系大风暴啊，第三位嘅马外边精算闪击啊，内栏第四剑断浪，中间红帽咧仲有精益求精啊，外边紫色眼就首度回来啊，后啲嘅马加有喜事啊，红心倾啊，最出嗰边仲有一片光明啊。好啦，最后三百啦，咁啊见到透出嘅马就系呢只精算闪击啊，仲未换到脚噶，后边嘅马大风暴埋边上翻嚟啊，一路压入去，咁啊内栏洛满加又俾人阻，见到中档上精益求精，外边追走到回来，中档位置做个剑断浪，最后一百米大风暴埋面出咗嚟先，中间精益求精追紧出边，走到回来马林中间剑断浪过精第一名，精益求精应该系赢面啊比较高少少，咁啊埋面大风暴俾人阻完再有噶啫嘛，埋面七号啊，讲多次啦，八号精益求精应该系赢嘅，第二名嘅马就大风暴啦，内栏中间剑断浪啦。全程走出边，首度回来，三只马影相争第二。八号精益求精啊，临尾落到3.9倍啊，胜出啊巴道啊。咁啊，第二名好近啊，中间剑断浪啊，里边咧有大风暴争第二啊，第四咧就系首度回来，四号马。争少少就伟达。大家都同阿伟达打气。系啊，临尾哇，大家都喺度嗌紧啊。直到啲意外啊，嗰度嗰啲挨碰啊，就冇啦，都挨埋佢咯。如果唔挨埋，伟达会唔会赢咧？依家都算好少嘅啊！好，八号嘅精益求精啦！哇，谂起啲飞劲喎！系啊，巴杜叶楚航嘅组合，马房起孖，上次系包尾，今次又有第一。最后3.9倍胜出嘅。二三名影紧相啊，第四名啊，十。影到相啊！第二三名都话八号、九号、七号、四号嘅，又整只冷脚喎，只剑断浪啊！剑断浪又系用天鹏、杨明伦嘅组合啊！真系争少少啊，伟达啊，一路嗰个系啦，争少少，临尾有几步。不过佢冇乜点样收慢到嘅。好啦，我哋睇睇预计派彩啦，又有只冷脚入咗嚟啊！跑第一名咧就系八号嘅精益求精啊，独赢派39蚊，位置派14蚊。跑第二名啊系九号嘅剑断浪，位置派56蚊。跑第三名咧就系七号嘅大风暴，位置派18.5。连赢位八搭九派443.5。三重彩八号、九号、七号顺序派4341蚊，单挑派657蚊。位置 Q 八搭九派119蚊，七搭八派45蚊，七搭九派166.5，排第四名咧就系四号嘅首到回来。
睇翻第二名张相啊，睇个反镜啊，剑段龙啱啱个头啄咗落去啊，第二都甩埋，仲有三个机会啊，伟达。好，今季赢翻啦，呢只呢一场嚟到啊。系啦，正逆求正。咁啊，85万优异成绩特别奖金啊，都恭喜马主啦。仲有巴道啦，一拍即合。咁啊，上次点解跑咁差咧？又啊？上次即系听咗个解释啦，就真系俾人撞咗之后失咗个平衡，咁所以咧只马就唔系好去，跟住直头就收慢咗，咁所以即系个大败就系咁解啦。咁所以见佢试花复杂啊，即系状态都几好，咁啊今次再俾多次机会啦，所以就赢咗啦。有啲马真系身娇肉贵，唔撞得噶，一撞得咧真系 upset 噶。早啲话我知啊 ，K。我头先有讲啊。好，飞数劲啊！好，睇睇三拣一嘅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啦，派21.5。四连环预计派彩，4号、7号、8号、9号派810元。嗱，跟住颁奖啊，四重彩睇埋四重彩预计派彩先，8号、9号、7号、4号顺序啊，派19,305元。香怡菊杯马房今日起码，莫雷拉嗰度系咪失平衡定点样样？睇下直镜啊，只马好似即系自己片咗入去，转弯就见到只手到回来，就有少少失平衡啦。佢又好大只啊，轮进转弯。嗰度發現落滿家就受干擾啊，車起咗。好，巴杜啊，客串期都嚟到尾聲啦，啊，入翻只杯。客串期成績都好好啊，有9 win 啊。嗯。又贏個三級賽啊！嗯，雖則都之前有啲小意外，但係都好在啦嚇，有驚無險。即係之前谷草試過跌過馬啦。好啦，睇下個頒獎啊，香怡菊杯。阿翠龙嘅马主去颁奖啦，马咗骑练啊，叶楚航。咁就兩邊。葉楚航今日都一手大軍出擊噶，暫時就兩邊。最後嗰嚟就好冷門啫。嗯。好，都講起曬霸道啊！好嘢，葉楚航啊！咁啊，令到呢一隻之前都有啲腥味嘅馬搞得翻，亦都好多馬迷朋友眼光獨到啊，揀得到啊，臨尾落飛好多。好，即刻睇翻個巡邏影片啊！二档起步嘅，咁啊三档嗰只加油起士啊少少中一中啦，咁啊唔算好快嘅。咁啊前边快啲系咩马呢？就系嗰只落满加铁栏就大放啦，出边埋紧嚟就大风暴，最出就莫雷拉啊精算风暴啦。守住个第四位又突然间跑得翻喎，容天鹏嘅马剑段浪，咁啊后边就精益求精有啲逼劫啦，出边大白鼻梁就一片光明，沿路走三四搭咧就首度回来啊。尾三位置铁栏咧粉蓝衫加油起士，咁啊后边就红心倾上海大师一对。
呢場步速相當慢啊，頭兩段4:47.35都比標準慢咗超過一秒嘅。咁啊，五班都快過佢嘅呢分段時間啊。咁啊，所以又係好似前面嗰堆咧，就好似比較好啲。咁啊，莫雷咧，你見到轉彎頂唔住啦，因為步速太慢啦，所以都較早移咗出嚟三碟㗎，亦都選擇早走嘅，都合理嘅。咁啊，依度分疆轉條邊，咁啊，少少壓入去。咁啊，但係偉達嗰只揞到埋嗰只 check 咗啦嚇。落門腳 check 咗嘅，不過 check 之前都已經轉弱嘅。咁啊，巴道啊跟住莫雷拉出啦。咁啊，劍戰龍啊賺咗啲步速形勢啊，都咬到黃金包雙位。咁啊，反而沿途望空三碟咧，兼蝕步速咧，都捉得唔錯啊，隻手都回來啊。好，第七場啦，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八搭九派119元，七搭八派45元，七搭九派166.5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组合是 A2 隔夜半热门，派21.5。四连环4号、7号、8号、9号派810元。四重彩8号、9号、7号、4号顺序派19,305元。孖宝嘅派彩啊，头关4号，尾关8号啊，派228元；头关4号，尾关9号，派296.5。第二口孖 T 啊，头关1号、4号、14号，尾关7号、8号、9号，派125,307元。分段时间头段24秒23，第二段23秒12，末段22秒44，总时间1分09秒79。